各位炫家大家好 ，Hello， 我是罗聪，我们家豪，我是幸福大文琪。哇，今天来到一个热情的台南呐、啊，没错，跟我们的天气一样热，相当的热啊。是的，我们今天提前一天到场来准备哦。哎，来看看我们这地区联盟赛的主视觉，哇，一发布就轰动全场、啊，真的太好看了吧，讨论度超级高的。那我们会场的场边呢，有很多关于宝可梦的布置，那我们就一一带大家看吧 ，Go。各位炫家终于来到我们比赛当天的现场啦！是的，哎，苏小姐，你今天装扮什么样子啊？我今天是葡萄学院的学生，我今天来校外参访啦。那我们这次第一次来到台南举办活动，今天活动内容是相当的多元丰富啦。那我们今天活动场内有非常多的摊位，像是新手教学啊、宝可梦快闪店，还有很多会外赛，都非常的丰富哎。最重要的是，宝可梦卡牌开发部门 Creatures 居然来到台湾，要和各位炫家互动哎，太棒了吧！太期待了吧！那我们就马上带大家来看看今天的活动吧。首先带大家看一下宝可梦快闪店，哇，有超多人在休息时间在里面逛的耶，里面一定有很多好料的。那里面呢有贩卖很多宝可梦卡牌相关的产品，那也有我们宝可梦珠子的初始伙伴的娃娃在这边，马上带大家进去逛一逛吧。旁边呢是我们的名人挑战赛的时间，小六哈。是的，那我们这个摊位呢会有在固定时间会有不同的名人来挑战喽。哎，接着带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宝可梦的卡牌教室，这边有很多工作人员呢会教大家宝可梦卡牌的规则，想必一定可以很快的上手对战。嘿，接下来是我们宝可梦免费体验高类的机台地方，这个是会场限定的哦，可以看到超多小朋友都玩得好开心哦，想必这就是宝可梦带给我们的乐趣哦。嘿嘿，后面呢是我们的外围赛的部分，那有很多的训练家呢都把握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外围赛哦，几点可以获得我们的周边商品，超赞的。嘿嘿，有了这一张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外围赛来拿点数咯。各位训练家，在我旁边呢是我们宝可梦卡牌开发者，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Hello， 是的，konnichiwa。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询问一下我们的开发者。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你今天带来的牌组是什么呢？今日はですね、ワイドレギュレーション。哇。サンムーンと、ソード&シールドのデッキがカードを、いっぱい使っていいっていうことだったので、レジドラゴ V スターの、はい、デッキに、スタンダードも使われているような、はい。翡翠ヌメルゴン VSR だったりとか、うん、せっかくなのでリアルガー GX、ね、リアルカー、はい、夢のコンボをちょっと使いたいなと思って、うわ、すごい、はい、こういうの
今日は持ってきました。哦、oh, ，所以它是一个开放赛制的牌组，真的是很有趣哎，所有的龙属性都可以在里面了。那第二个问题是，今天你与台湾的训练家对战啊，你都遇到哪些牌组？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对局呢？はい、今日3人の人とまず対戦させ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ど、はい、全然こうこのデッキが回らなくてですね、相手にポケモン1匹しか出せなくて、すぐにこうやられちゃうような感じで、サイドを1枚も、取れずに、でも取らされずに負けちゃった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すごい一瞬で終わっちゃったんですけど、はい、このカードを使われまして、はい、このドリームアウェイでね、はい、1ターンでやられちゃったのですごい印象的でした。でもすごい満足してもらえたので、はい、僕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はい。那第三个问题是呢，之前在2019年的发售纪念大会，我们的宝可梦卡牌开发者他们都有来到场来跟我们互动嘛。这一次呢是继那之后首次来到台湾，从那之后呢，台湾的赛场也是成长了很多。那我想问一下啊，对于我们这次赛场的进步啊，或是训练家的表现呢，你的看法是什么？はい、反対時ですね、ローンチされてから、はい、すぐ多分コロナになっちゃって、はい、もちろん現地に来たくてしょうが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はい、今回やっと来れてすごい嬉しいなという気持ちと、台湾にはこんなにもすごい大勢の人が盛り上がってくれているので、はい、すごい感慨深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はい、台湾のプレイヤーの方にもですね、これからもどんどんポケモンカードを楽しんで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し、はい、これからもいろんな商品ですね、どんどん楽しいがどんどん出てくるので、楽しみにしてもらい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はい。最後一个问题呢，我们来点轻松的好了。这次来到台湾，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吃的食物？食べます。食べます。はい。もう日本に来る時から、日本にいる時から、来る前ずっと検索してて、クージャオピン。はい。クージャオピンあ、哇。OK， 差不多。希望你这次可以顺利的吃到，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多，阿里嘎多，果仔妈，希望你今天可以玩得开心，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大师组十六强，第一名瑞士轮十一胜，先后一四零八林冠宇。接下来第二名，编号2509十胜谭福祥。第三名，十胜了，谭福祥。二零一周五折，对，十胜，哎，上去了。各位训练家，哇，我们今天的地区轮赛终于画下完美的句点了啦！没错，而且我们这一次其实还是有在直播桌上看到蛮多精彩的对局，是，然后包含大量的梦幻 VMAX 跟洛奇亚 Visa， 那最后呢，也是由这两套牌来进行最后的冠亚赛。我真的没有想过梦幻 VMAX 可以再度拿下冠军呢。对，而且我们其实，在赛前有开个玩笑，我们请主播赛云坐下来说，来，我们今天来赛前预测，有人不预测洛奇亚 Visa 的吗？请举手，旁边人举手，大家都看好洛奇亚，大家都对，大家都看好洛奇亚 Visa， 只能说我们在最后的幸运女神的微笑还是朝着梦幻 VMAX 这里的。那我们下次的地区联盟赛是在三月的高雄，没错，我们要再次回到这个热情的港都了。到时候的环境会变成怎么样子呢？我们也不知道。是，那洛奇亚 Visa 跟梦幻 VMAX 是否能够依然的这么的强悍？哎、欸，我必须讲，三月的话，珠子的卡片应该已经发售咯，所以也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变怎么样？我相信整个环境会变得更精彩、更丰富。好期待哦！那我们之后就希望在荧幕前的学员家，如果你们有想要来挑战这个最高殿堂的一个荣耀的话，大家好好加油，好好练牌吧。那我们最终的愿望还是能够在世界赛跟你们相见啦。好，那这影片就到这里，大家全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错后面的上片通知。我是罗托姆嘉豪，我是罗子君，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
我今天带来了惊喜胡椒饼，我们赶快拿过去给他们吧。OK， 愿望成真 ，Go！ 这个要送给你们。哦，胡椒饼。胡椒饼，本当ですか？差し入れだから。差し入れです。差し入れです。For all Christmas member and TVC。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いただきます。イエーイ。